聽到咁今日見到我化淡妝咧，究竟我去邊度咧？咁其實而家就出發緊去九龍公園游泳池。咁如果你睇過我之前做 video， 其實都知道我今日去嗰邊其實參加咗游泳比賽啦。咁依家就由尖東行去尖沙咀，泳池就係8:30開放，到9:00左右係俾運動員去熱身啦。但係我依家就8:40啦，咁所以就可能熱身嗰一 part 都未必會落水啦，可能淨係拉下筋咁樣。炸雞同埋飯團。
few moments later， 前肢公布了，看看50米自由式的赛果先，明明看到33秒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变了35秒。再看看200米个人四式，拿了第三名，另外一个项目就没拍到了，因为不够时间。刚刚游完了，现在就拿了一个水壶。游完啦，攞完獎牌，咁依家咧就去食飯，去食披薩，食披薩。依度係佢整披薩嘅地方，隔離依邊就係焗爐。哇！咁快就食完個披薩，食完嘅啦，好飽啊！而家再见，拜拜。